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伙，这位小伙的名字叫商标。你看人这名字，据说这位小伙的商标呢就是战二代。哇、wow. 掌声有请。哎呦，二八有钱我开的是大宝马，没钱吃的是烤地瓜，有钱我顿顿吃龙虾。大家好，我叫商彪，来自德卫城米沙子，今年29岁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商彪商彪，占地不飘，他是安稳姑娘，别挑。哎呀，商彪啊，给你的，这是从你王哥手里抢出来的是吧？给我抢了一个歪瓜裂枣的，你说说啊，还长成这样的。燕子、啊，你那歪瓜裂枣的如果不要，还可以放回篮子里。我看篮子里还剩多少？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，看看。哎，还不如我呢。不是，我就说没有这样的，女嘉宾一人拿俩拿仨，这奇怪着呢。你看，哎呦，你看，商彪啊，你留意一下1号3水。这姑娘懂事儿，你看没看着？我知道三水也是为了做慈善是吗？救济一下王哥。商彪，为啥带柿子来呀？啊，其实我今天早上在大棚里现摘的，因为我觉得16位女嘉宾跟燕子姐跟王哥你们辛苦了。啊呀，真好真好啊！好不好吃，大牙？好吃，就是少点白糖。哎，你们要的可全乎了，一小伙带蒜，不带那个啥，带饺子，完事还没有点蒜酱啊！你们要的可全乎了啊！七号，咋样？好不好吃？我没吃呢。咋没吃呢？我寻思我放着，我得留着呀。咋的了？这个柿子心想事成嘛，我得留着。哎呦呦，你看看人家的解释啊！看16个姑娘选一下，对谁的感觉最好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伙的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商彪，对，我就叫这个商彪，今年我29岁，老家来自德辉米沙子，现在我在长春全款买了一个70平的房子，买房子钱呢是我占地来的，没错，我是一个战二代，我还用我占地的钱买了一台车，走，我带你们看看去。前面就那个就是我的宝贝车。我为啥占地有钱了，还一天一天开出租车挣着辛苦钱呢？是因为我以前过过苦日子，那时候我住土房，大米饭都吃不上，所以我知道挣钱是多么的不容易。有钱了，绝对不能约约，绝对不能胡花。